身体的负担太大，我不像你，用他爱，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，才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你赢了永泰，这块 Crossbeat 我不会再使用了。看来这块 Crossbeat 的能量也汲取的差不多了。雷总，你想干嘛？只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已。啊！我就收下了。感谢款待。雷佐，你这混蛋，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我倒想看看你怎么在成千上万的车手中找到我。Thank you.
芯片。小橘子，是一串密钥，似乎被加密了，我们得想办法破解它。我可一点技术的东西都不懂。这时候还需要我的技术天才哥哥帮忙了，是吧，哥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现在就去找他。在这座城市，赛车世界的